么包子丸会吃好价？为什么过期的粪扫要摕出来卖？为什么台湾都出产这种兄弟茶？为什么讲生理就爱去卡拉 OK？为什么赛车都赛到这大台？为什么饮烧酒都爱坐台？为什么现金若愈多就愈摇摆？为什么台湾人的歌曲拢在唱悲哀？烧粪扫，为什么结拜那烧火啊都有人在倒？为什么刮刮了和大家都会乐？为什么卖槟榔都卡也卖水果？我不知啦。为什么欢喜就爱念起莫愁？为什么赚袂到钱，你就来抗议？为什么好野人拢爱娶细姨？为什么大间的饭店拢讲 A B C？ 我不知啦。民主就爱。为什么餐饮就爱来去大楼？为什么白饭你不吃要吃汉堡？为什么围炉就一定爱挂表？为什么讲到交通大家拢起痟？